这个上山打松子这个活吧，哎呀，我家老公是知道，他天天挺担心的，不管有啥病有啥事儿的话，不想跟他说。只报喜不会报忧。我每次做那些特别危险的武打，或者是那种就是掉下来啊几十楼那种，我都是先跟所有的武行老师们导演说，一定不能告诉我家人。嗯，然后当家人终于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就对对对对，都是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，对，一家大家都一样的。我也不会跟我太太说，但是有时候吧，他会看到新闻，有时候新闻那些记者会爆出来，这个，我就没办法了。所以说我老婆就会找我，哎，你怎么受伤了，你也不跟我说。我说啊，这个事情我也不敢跟你说，我怕你有担心，因为他一个人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就很辛苦了，我也不想给他太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压力啊。